什么古怪吗？把指证、把证词相矛盾的证物指给他看。哦，下午两点哦，我们可以拿出了啊，拿出来。哎，钱从一天回国很重。十点哦，死亡时间是4点至5点啊，决定了，终于到这里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伊利亚利，伊利亚利，发现尸体的时间是2点，没错吧？哎呦，伊利亚里啊，哎呦呦，是哎是2点，的确，但这就怪了啊！根据侦破解剖数据啊，明显矛盾。哎呦，开始揪丢起来哦，那个拍子的手势实在太拽了啊！伊利亚里。哎呦，明显的矛盾啊，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应该是下午4点以后，2点就发现尸体是绝对不可能了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死，你再过去打他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相差整整2小时？流汗了，流汗了，三野先生啊，你流汗了。哎呀，那个是因为伊利亚利。哎，亚内，你在干什么？这只是小细节，可能只是记错。他这么有自信，怎么可能记错？你有问题啊！不要跟他同流合污，你这个检察官啊，你抓错好人了，检察官，我可不这么认为哦。哎呦，三野先生，为什么你确定发现尸体的时间是2点？哎呦，那个，到底为什么呢？漂亮的切入点，藤木堂，漂亮的切入点。就是这样子，不断的指出他证词里矛盾的地方，谎言一定会，谎言一定会生出新的谎言啊，再将新的谎言揭穿啊，把那家伙赶入死胡同。他要修改证词了。哎呦，原来是这样的啊，我想起来了。那我们请你重新作证吧。证言哦，重新开始了。关于尸体发现的时间啊。尸体发现的时候，我听到的时间，好像是电台播报时，大概是电视机里的播报吧，但是如果是报时，不可能相差2小时的，我想可能是被害人在录什么影像吧，不是停电吗？这句话实在太假了吧，听到以后我就以为是当时时间是2点，对不起，大家添麻烦了，对啊，停电呢。原来如此，听到录像里的报时，那么律师请询问。这个太假了吧，假到不可思议啊，陈木堂俊，你已经该怎么办，你已经完全知道了，交给我吧。这个太假了，太假了啊，发现尸体时间。发现尸体，我听到的时间像是电台播报时，大概是电视里播报的时间吧，直接指证你了啦，真是的。停顿记录拿出来，伊利亚利，稍等一下，九都妈的哟。原来整个公寓都处于停电之中，这份记录就是证明啊。这种拍子的手势实在太拽了啊。哎呦，又在扭了，不行了哈，在骗嘛，在骗嘛啊！电视也好，录像也好，根本就无法使用，不是吗？谎话也不讲好一点啊，讲得这么容易戳破啊，真是的啊，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啊！的确说得对啊，三野先生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再扭了我也怎么回事啊？点点点啊！不行了哈，不行了哈，三野不行了哈！是这样哦，我想起来了哦，有好一点的谎言了吗？三野先生，希望你从一开始就准确的作证，渐渐的你这个人倒变得可疑起来了。因为他就是很可疑的嘛，好像一直扭，怪怪的扭来扭去。哎呦，裁判长明察秋毫，快发现咯。假发飞起来了，快要掉了。实在对不起啊，但是不瞒你说，看见尸体对我来说造成巨大的冲击到头发都飞起来了。够了，我知道了。那么
请进一步作证。哎呦，呦，证言开始啊！关于听到的时间，果然搞错了，不是听到的时间，而是看到的。看到什么？现场不是有一座钟吗？瞧，就是凶手用于击打的那件凶器钟，那个不是摆设品吗？大概看了它，我才知道时间的。什么烂花园？看了钟，这样就说得通了？哪里说得通啊？请询问。好，询问。我等一下就要骂打你啊！骂打骂打啊！果然搞错了，不是听到是看到的。现场不是有一座钟吗？就是凶手用于击打的那件凶器，威慑。骂打。那件凶器？哎呀，那件凶器就是钟啊！对不起。你有没有在仔细的听我说啊？这话有点古怪。大概看着他，我就是要用这个指责他。指责你很重，分量很重。伊利亚里，伊利亚里，请等一下 ，Jodo Made please wait。凶器就是这个摆设品。请问他哪一部分是钟？你这是什么？你是什么东西？一开始就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。开始骂我们咯，不扭了，他已经不扭动身体了。三野先生，请回答我的问题，他哪里像钟了？我看见的这东西就是钟。什么钟啊？明明就是摆设品。裁判长，我打断一下行吗？什么事？亚内检察官，这摆设品正如证人所说，实际上是座钟。为什么他会知道这座是座钟呢？脖子是开关，一按就会报时。因为看起来不像是个钟，所以把它当作摆设品处理。正常人不会知道那个是个钟的，对不对？突破口，突破口，原来如此啊！实际上的凶器是座钟啊，是这样子啊。怎么样，陈部堂君啊？山野先生的证词没错，的确是钟啊。你对山野先生的证词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吧？当然没，怎么可能没有？问题可大了啊！问题可大了，裁判长，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啊 ，Big question。只有拿在手上摆弄一番，才可能知道这个摆设品是个钟。但是证人说没进过那房间。又是这个很屌的手势啊，很屌很屌啊！这一点明显是矛盾。裁判长的确有理。至于证人为什么知道他是钟，那是因为案发当天他进了房间，还打了被害人。你在说谎？没错，说谎啊！这事件当天你进了现场的房间。恼羞成怒啊！俺不知道。对了，那用那座钟击打被害人的肯定就是你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由于击打它震动时，那个钟响了。你听到了报时声？放大了，放大了！肃静，肃静！很有趣。陈木堂君，请继续。好。三野先生，你的观音字啊，观音字在哭泣啊！当时你肯定也大吃一惊吧？击打被害人的瞬间，摆设品忽然发出了声音。这个声音给你留下了强烈的印象。所以你对那个时间记得异常清楚。伊利亚里，好难听的声音哦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尽说些信口开河的话。不是信口开河。请看一看证人的脸，看一看证人的脸。这个脸就是凶手，看你的脸就有罪啊！
有罪，请判他有罪啊！裁判长，啊，这人怎么样？是你干的吗？我绝对不会，不会怎么样？我听到的，我看到的那乌咕咕乌咕咕什么？哎呦，用假发教我们，哪招啊？啰嗦什么？都是细微末子末什么？哎，细微末叶的事。啊，那家伙，我看见的，死刑，判那男的死刑。哎呦，太好笑了吧？啊，根本就是痴汉嘛！啊，哎呦，好恶心哦！哦，肃静！裁判长，请稍等。刚才律师刚才的话，半点证据可言都没有，半点证据可言。陈部堂，什么在？能够证明证人所听到的报时就是这种声音。这样的证物你有吗？哎，这可是要很重要的问题，得好好考虑。这个吗？山野先生听到的那座钟的声音，要证明这点其实很简单，只要什么？只要怎样？只要检查钟的电池，只要让它报时，让钟报时啊！哦，我们就当场让这钟报时看看。哎呦，裁判长啊，请把这钟借我一下。准备好了吗？仔细听哦。B， 现在时间大约是9:25。怎么是会说话的报时钟？哎呦，因为他是思考者吧？这是什么回答啊？那这个报时又说明了什么呢？亚内检察官，现在的真实时间是11:25。没错，慢了2个小时啊！也就是说，这个钟慢了2个小时。现在杀人现场，山野先生听到的报时情形是一样的。你看怎么样啊？啊，光头佬，还有借口吗？山野先生，点，啊呵，你漏掉了一点。哎，还有什么？是什么？那个钟，的确好像慢了2个小时，但是啊，这个钟在案发当天是不是已经慢了2个小时？只要证明这一点，只要不证明这一点，其他证明都是白费的。哎呦，狡辩嘛，诡辩！这种事情到现在怎么可能证明嘛？混蛋，就差一步了，差一步就能。陈部堂君，看来你是无法证明这一点啦。诡辩啊！这样的话，正如山野先生所说的，你无法告发他，真是遗憾啊！没有证据，证据不足，只好释放了。太可惜了。不能看他的脸就判他有罪吗？那么就这样了，对山野新雄的讯问就到此结束了。人家还特地赶来给你们作证，竟然认为我是凶手，因为你就是啊，真是的，所谓的律师都是这些残酷无理的无情的家伙。那妈的，这个山野这混蛋，对不起，史章，真的只差一点点了，我已经什么都干不了了。等一下。山野新雄，千寻要来帮我了，千寻，哎呦，千寻老师，陈部堂君，不能啊，现在还不能放弃啊，好好的想一想，但是已经没有法子了，千寻老师，事件当天，这个钟不是已经慢了吗？到现在已经无法证明了，这是这样啊，那么干脆。把思路逆转吧，逆转裁判的精髓就在这里。逆转，这个钟，案发当天是不是已经慢了2个小时？不要这样考虑，而是
想想这钟到底。